妈妈扶着，你来放 bird's food。放多点。给 bird 吃的。对，这是给 bird 吃的。不是从这里，从上面放哦。你为什么现在想要从里面放？那是 bird 吃的地方啊，所以你要从上面放多一点进去， bird 才可以有吃多一点 bird's food 啊。来，奈奈在玩浇花，不要再咬了啦。哦，这样啊。还要从上面、下面这样子放太少了，很慢哦。你还要撒，对不对？撒一点在草皮上。撒给你看。好，再放最后一次，放大一点。好，放上面，对。再放多一点，从上面拿多一点，放进来。好。放多一点。耶、yeah! ！好了吗？好。OK， 好，看拿一把撒在草皮上，撒，哦，撒这边，不要都撒那里，撒前面啊，前面那边，前面都可以撒，对，前面都可以撒。好了 ，OK， 好了，收起来了。对 ，no no， 那个妹妹不可以用，那是 bird 吃的，妹妹吃的会生病哦。啊、哦，哦哦哦哦，弄倒了，弄倒了。好，亮亮，啊哦哦哦，好好，妈妈收起来。哦，好了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要洗蹦蹦喽。